早安啊，早安啊！今天要来说说啊，我一起床突然大腿根部超级痛，一翻身啊，一走路一蹲下就会痛到不行，结果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的故事。到底这次我又在乱想什么呢？最后身体有没有康复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还记得啊，就在一光棍节的这天，那不就是昨天事情而已吗？总之就在这天，我就在睡觉睡一睡，当我翻身要抱枕的那一瞬间，突然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样的感觉，好痛哦！大腿瞬间抽痛了起来，这怎么一回事？是因为翻身的问题吗？还是我被雷打到了？怎么可能被雷打到了，笨蛋？不然为什么会这么痛？好吧，那我如果转向另一边，可能就不会那么痛了。结果当我要尝试翻身的时候，再次出现那个被雷打到般的抽痛，怎么两边都会痛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点，吃啥？就开始胡思乱想哦，我是不是要被截肢了？怎么办？我的脚是不是要被切掉了？就这样郁闷了好几分钟。等等，我是不是要先来测一下我大腿有没有知觉？对，说不定我的腿还是不是阿嬷，还是有感觉，对吧？一想完就立刻捏了自己的大腿。你太大力了！一喊我在床上下半身疯狂翻滚，好痛啊！要淤青了啦！你这个笨蛋！总之就在看完之后，就躺在床上思考人生：我的脚坏掉了吗？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走路了？会不会在几个小时之后我就不能动了？看到这边老观众就知道啊，鱼仔等一下一定要查 Google 对吗？有这么想的举手！点，没错，就在下一秒，我立刻很艰难拿着我的手机，不行，这个一定要查一下。腿走路痛，蹲下也会痛。查完之后，我还不敢看内容哦，赶快立刻把眼睛闭起来，不要癌症，不要绝症，不要是很可怕的东西，拜托土地公，那你帮土地公配下，土地公来管这种事情吧。吃下我就很害怕的张开眼睛一看，呀，果然又癌症的选项啊，怎么办？后来我就这样看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开始疯狂自问自答，没事，不要自己吓自己，一定是什么关节受损发炎而已。不，他说不定就是癌症了。没事，有事。这么早在干嘛？就这样，今天的我就都是换尿垫的时候，好痛哦；走路去厕所的时候，好痛哦；剪片的时候，好痛哦。等，你在用脚剪片吗？为什么会痛呢？以上来就疯狂乱想自己会被截肢，然后很担心、很害怕，只要走路就会痛的故事。你问我有没有去看医生？还没。那你有去看医生，鱼仔？你们呢？你们有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快来说说吧，啵啵。哦，对了，后来我还要去找闪电逃拍哦，闪电，我的腿好痛哦。吃沙山就很担心啊，开始安慰我。好，去看医生了，鱼仔，现在。结果不要，我只是来逃拍的，哈哈，不能滚。